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要来强化选手了。那这个礼拜是五加二，这边五加二的卡不多啊，因为这个像这个就没有买到加二的，或者加一的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。然后有看上一部影片的话，应该会看到我抽到了真桃龙，所以有两张。那这边也是少一张，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有没有重复的。这边有一个五加二，可以来强化。那这一次更新呢，有出怪物卡、黑跟白，还有签名卡。那这个就无法使用这个活动，只能用自己的那个强化保证道具才有用。那这边也来强化，这次加五的好像比较少一点，这边好像只有两张，这加六的还蛮多的，那就要等到350趴的时候来做强化，这样才能确保下礼拜的六加三有卡片，不然这样又没有。那这边是六加三，就可以等到下礼拜。这边五加二的卡也是只有两个，那这边素材的话只有四个，加刚刚的红卡的话应该是五个，还蛮少的，可能比较高等一点。没错，这边加六的还蛮多的，那接下来加六的素材就要准备多一点。啊，这边也成功了，那我们去。看一下这个史博威吧，哎，这边有两张，强化一下，成功，那就可以来进行五加二，那这个加三呢就可以留到下礼拜，留到下礼拜做六加三呢。好，那这边强化就都没有了。这次强化卡片比较少，等到下礼拜应该会有比较多六加三的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